音乐女王黑子在今年一月的首尔歌谣大赏成功夺下本赏，不过她却没有出席，反而是由同公司的泫雅代替领奖。当时泫雅也意外透露，黑子最近真的病得很重，因为怕粉丝担心都不敢表现得很明显。虽然泫雅承诺自己会在旁边好好照顾黑子，但还是让一票粉丝相当着急。没想到最近她PO出的两张自拍又让粉丝更担心了。原本就属于骨感身材的黑子竟然又变得更瘦，不止瘦到颧骨非常明显，脸型 V 到不行，巨细蚂蚁腰也完全藏不住。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化眼妆，五官也跟大众记忆中的她不太一样。而另外一张照片，她则是穿着黑色丝袜，更显下半身纤细，瘦到连脸都快认不出来，粉丝真的担心极了，直说姐姐怎么用我的手臂在走路啊，太瘦了，看了好心疼，还要她请保持健康，一定要好好吃饭才是对的。Thank you.